听歌之余还有健身的效果，也要大家身体健康。嗯，大家是蝴蝶袖。对，就是大家手动动的，手举起来就有蝴蝶飞出来了，谁受了？哎，你不要这样讲，手举起来没有狐臭飞出来就那也 OK。好，你知道我刚刚在旁边看，想说这四位啊，不但会创作、会唱歌，还很会这个 talking show， 很棒，对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四位再稍稍的来整理一下仪容，请大家呢把你的专辑给准备好。那 Vivi 提醒大家，在下个礼拜三，请你上到 hindoradio.com 我们家的官网，有没有去过？有。哦，我爱死东城卫的歌迷了。好，然后在那个活动记录的部分，看一下今天9月3号，也就是主唱生日这一场的这个活动记录，看看合照的那一张照片，你有没有被圈选到？有的话恭喜你，红色 L 型资料夹就送给大家了，好吗？那我们四位团员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请。